是北京市体育局安湘怡。好，我们在画面上看到的是短节目排名第一的安湘怡，来自北京市体育局。短节目得分66.92分。特别完整的一套节目哈。那赛前呢，听说安湘怡受伤了，她在这套自由滑的节目中
也可以看出它的难度没有之前的比赛。高手和后外都做了两周。手两周跳，外结环两周跳，后内结环三周跳，连坏点是两周跳。再连一个后外点冰两周跳。我们看安香怡，她虽然年龄小，但是她的表演完成的特别的饱满，联合旋转，旋转速度非常好。那我们叫这 Billman 柔韧性。坐在他旁边的是他的教练。自由团得分113.69分，总分180.61分，现排名第一位。下一个入场的是。